有列车灯哦。我是刚刚列车的那81年3月30号瑞芳彭家路平价道9:04哦，帆船牌就是有列车通过。嘉兴35，嘉兴26，嘉兴27，47、14次，金瑶平燕港青铜，把头发的叫平燕港青铜的17、14次，三年嘉兴的客车在瑞芳朋友了，已经动过阿罗前面的马掌门，都点不到桌面。啊，交通一台是48、11次，就送到香港八道的才有客车。然后他在机外跟他等待交会，那边等待交会，龙南隧道口前交会站，现在可以通过。那是47、10嘛，刚才48、11次。青龙发车进入三号香港八斗子，也是三节地下室运车客车，在瑞芳朋友这边通过。嘉兴34，嘉兴106，嘉兴30，三节地下室运车客车在瑞芳瑞芳朋友通过。我下面跟马掌门坐坐点不到就我们刚才自在讲拜拜。好，刚才自在讲拜拜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